我功夫我做咩？我还预约啦，预约咧，你是欠咩预约？来给我一百。好，给你一百。我第一次来了，我看到门开开了。来，来一百就可以了。他的。来呀，摆啊。来，拿去。有龙泉刀。不能聊这种哈。来。啊，不玩不玩了，对呀。多少钱老公啊？短，这个是我，短不是我。短的先啊，先来老短的不是我。靠背，你娘啊！你做你阿生的，无赚钱无钱我。人讲细汉来个羡慕，你做你阿生的无钱赚无钱我，你讲。大个生个生老。老做我，你爱讲爱我来入去看卖哦。哟，安尼还阮无阿无还叫我卖呢。对啦，那个三块一千块。你进灰渣。也挺陆啊，陆是啊，陆。陈信奇。啊，你知道情况不？啊。你知道情况不？那个三块五百。你真的无会讲话？白讲哦，白讲我不会讲哦。反正你交给我有实在啊，你真的好像无情话。无情话。那是你做那个，那是那是上个。那段嘛，真毕竟在我做个海。我比这个还，我这先生啊，那哎，这不是先生啊，不你啊，唔捌去问你啊。我是怎么结婚哦？我是怎么结婚呢？你知啊？我是怎么最才结婚呢？两个点头。哦。啊，这个两个点头的婚。我怎么结婚？你知啊？我这个哈，我刚刚讲你那边啦，刚刚过来后，准备再讲你一点。我怎么结婚呢？你啊，不行，我你。我话你啊，所以先老公赚。200块。系啊，200块。哦，退机啊，嗰啲要做。200块。啊，喺你先嚟挣落去。啊，我要不你买回家不要去腰，太硬的。你这个死啊！这么急，我怎么？人家讲你假无诚意啊！我回家不要去腰。对，有肉。今天有私募鱼肚吗？私募都卖完了呢。卖完了，这些皮啊。这是什么牛？这是哪里的？那个牛上面的，牛身上的。牛身上的。200多条给你，我问你，我问你吧，陈胜吧，他有白带鱼吗？白带鱼啊，这样的都够。白带鱼长，小儿子应该叫陈胜吧？你告，哎呀，24岁而已，还没做别，等来嘛，就这边修好的呢，你。都四个位，你就去做啊，就去就满就去做啊，啊四个位尔，就这边四个位尔，很好啊。你做看我不做看。有啦。是看我人啊。人伊咧，伊好野人，我食伊看伊拢无做，就好个。啊，好野人，你叫人买一张钱咯。你叫买一张钱咯，你老好野。老好野嘛，袂使讲人客。老好野，你讲人客了。你说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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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来进来，你要补啊。小姐，你要洗手的话，后面有水桶。你要洗手，后面有水桶。结果你三百了，卡济，你看下就知。再过来。才两百二哦，好啊，我才卡济过你三百尔。再卡济。系啊。再多少？三百。嗯，那个。对呀、啊。中央那个好好嘞，你家对袂落费，都费落百尔。那五百啊，哎，五百，那我不要买。哎，无你去。哎。真贵啊，三百哦。无啦，伊头头只铺一包，不免两百。无啦。哎呀，阿姨讲，讲你包，讲你包。阿姨，你遐搞不清楚啊。但是门卖贵两百了，然后每个小时卖几条。多少？我几块呢？这个没有台的哈、哦。没有台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。哎，你说一条多少钱？一百三，一百二就好。一盘呢？妈两个。你带到？一百斤没有带你，不好意思，快点。明天的明天，明天明天明天到了。今天到那个地哎，中心市场有了，中心市场又有，那中心现在有吗？对，明天中心市场要有了，现在还有。你就剩这个四条了。多少？是不是给你四百啊？不是，我问他。哎，还有啊。四百，哎，卖了五百，是不是给你四百就好了？是，剩四条。你说了，说什么？是哪条？没关系的，都还好，都。你们便宜点，我们买一点。啊！我说一百块有没有？一百块两百条，你不买买剩四百了，好不好？全部买买啊，四百就好，全部四百啊！不同意，小姑娘你。说什么？还说我吗？一条不台语啦。妈妈讲国语就要讲台语。啊，全部。一条一百里，四条四百八，卖你四百块。不是越南啊，你是用越南啊口音。一条一百二啦，四条卖你四百块就好了。全部买才有四百。我要买五条。好。你要买五条？好。好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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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他不懂女的比较懂。看看里面有好。幺二三四五，幺二三四五，幺二三四五。他每次讲那个我都听不懂。幺二三四五，一个正式回来。那个大一点啊！给他币，给他币。这个要考试啊。严大，严大，严大啦。一样吗？一样啦。哦，一样的啦。那个时候上，肥肥的阿肥的阿肥的，好不？来，谢谢。是吗？再加一个好了。好，好 ，OK，OK。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这个。问几条？好好几条，好好好好好。都 OK 了。哎，多弄两个袋子了，一个太重了。好，那这是要五百五，两个袋子五十块。妈，那个神经的，到时候搞。老公，你神经了？对啊，弟弟还听得懂。弄两个，弄两个，我拎了太累。弄两个袋子的、啊，对对，这个还听得懂吗？听懂啊，听得懂啊。我浙江的了，浙江怎么回事？他听得懂啊，他只是故意装听不懂、啊。哎，对对对，装不懂。被骂。被骂。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都跑光光，剩下你而已。对，那是鲈鱼。啊、没有人里面在问你，不挣扎。你搞阿勇。哦，我真系咁咁嘅。咩嘢？刚刚刚刚，你边个陪啊？边个陪啊？陪一陪小妹。你是越南人吧？张宇。得分多少？两百好不好？罗天王找。两百就好。我去等我到你。他拿
那注意啊你。哇，他有两个人啊。阿云，你在哪？你在哪里？你内外环一个啊。每天都来啊，很早来一次啊。礼拜二、礼拜五。礼拜五啊。礼拜几啊？礼拜二、礼拜五。礼拜二、礼拜五。那一条多少？三片五百。三片五百。三片五百。这我听不懂。三片五百。那一批个算我多少钱呢？这么多。这个。一个赚两百啊。不。嗯。大家料啊，还串满了。对啊，这个大块的啦。哎，要了。大块的啦，三片。你看，五百四片五百。带人来呀！哎，六片嘛，六片。对啊，都差。不是半一啊，半个人休息啊。我们这个都固定就是卖三片五百。我管了，我管了。我先管了。大家好多啊，我这。快上快上，快上。那你不是什么的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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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这是恁的迄种面，叫面夹个啥？是头顶个上来底对无？不是面夹面。你家看了啊？你家看。在外口，不怪啊！你就是看个未顺眼。你看到我都看看几回啊？哦。好正啊！你要教到向伊对，向后睇伊对。再看就是对面个啊！你头拢外口你看。你知影要看到太几回？你平时看是你，你讲看人头拢外口你看得更好个。五日星期日，小平早。那你白讲，讲落雨，无听落雨，无听落雨。因为我本来是要因讲，礼拜应该无听落雨，啊，不过恁已经按时八点就讲，我讲了半，我礼拜二零一礼拜，我之前我出台还没有，礼拜二出台还没有，了在，我惊我硬稳定啊，我啊你良心袂得贵个嘢咯，我走，因为好天无雨，我讲我良心袂得贵。哈哈哈！真正是好天无你当下顺当下佚佗讲啊。你乌日有摆摊，只是上礼拜天他休息，上礼拜天他们跑去宜兰了。这礼拜上礼拜天他们休息啊，他们有在社团里面讲。
你啊，没有了，我他妈的什么鬼啊？哦，你哪么管啊？我要我要在，我管你干嘛？哎，我忙别啊，我忙别，你先别，啥活呀？我要买这种。Benny 早，对啊，因为跟你们讲，你们加要记得加社团哦。然后如果你有疑虑说，如果像那个台风天啊，或是雨很大的时候，觉得会不知道会不会卖啊，你就上社团看一下，他们会提早公告，这样就不用白跑一趟。为什么？跟你没关系啦，那个没有人就是轻松一点，因为今天是礼拜二，礼拜二就是一个礼拜的开始。如果太早把东西卖完，接下来就没东西卖了。在那里。你忍不住吧。中台刀。忍不住吧。什么？不是呀。哎。罢了。哎，要不要要不不会很紧张，真没人。对啊。我讲这个也无惊，今天无惊。才礼拜二而已。我讲我无在吃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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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啊，今天包啊？没有，今天没有小包，没有小包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用我这边的包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我叫一个你去。哎呀。对啦，这龙皮好像。哎呀。不能包了啊。哎呀，两百好。三。很难分辨。你不要艾特 ，OMG， 谁谁选？两百。两百。嗯。对，那个今年的奥运台湾表现还不错，没错。这个礼拜日会去周，会礼拜天会去乌日吗？会。这没有。地震也去。北丹马基啦。哎，你在那边？哎，你能包出来？你 A 呀？无人接啦，你 A。他 B。无嘿，我是讲哎。没人接啦，能包呀？好，谢谢。好。你等会。好啦，你边无行，你讲啦，你问，敢问你问，你问我惊嘞？你问我吧。好啦，去啦。好啦，包起来啦，起来。对啦。好吧。你归站去啦。好不？好啦。好啦。我上尾嘛袂紧。你讲啊。你讲就好啊。啊，我讲，我讲，我讲紧。讲到尾嘛袂要紧啊。讲到尾。哎，我来等一下，他们做咩啊？来。哎呀，一百，一百。啊啊！这个大尾的只那边。这个大尾就较贵啊。大尾的只五百块六只。那只五百块。六只五百块，那只哪大块？一只三百嘛。哎，这个只只啊，这两百一百。两百块呗。哎，两百块啊，这个。我先买，我买别的。不，哎，五百块贵哦。我买，哎，两百买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买啊。两百五百。哎，两百五百，你家己啊，对吧？两百五百。现在还有电脑，电脑被多电脑啊。电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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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不过还在吃嘞。海王子，海王子，海王子，找到我干什么？你公司啊。你别差不多啊，你顶礼拜拜哦，走去外市啊。嗯。哦。我都买过干嘛？拜过第五次啊，拜过无止第五次啊。拜个，你见到你啊？是啊，你无。哎，伊伫个那边。你着。拜个是恁小弟啊。哇。你见啦？包包。啊？无啦。我讲伊无关，无啦。拜个，迄不是你来的啊。拜个是我啊。
恁坐啊，恁坐来，恁坐。恁坐啦。我拜五家，这是我是对啊。对啊，我第五次也是我啊。第五次伊啊，我卖家唔易啊，卖家唔易啊。是我啦，我等于减肥啊，所以我瘦落来啊。好好，瘦的时候好好啦。